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六六六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数字在汉语中的含义。中国人很喜欢一些数字，比如六和八，我们叫它吉利的数字。因为八和汉语中发财的发很像，表示有很多的钱。六是从成语六六大顺中来的，表示做一切事情都很顺利。现在很流行发红包，我们也经常发88块8毛8和66块6毛6，表示美好的祝福。另外，在网络词语里，六也有很棒的意思，比如你的汉语说的真六啊。好，关于数字的含义，你学会了吗？再见。